到意大利玩，想要当一回古罗马正式，国际订房平台是狂砸了台币4800多万，和罗马竞技场来签订合作，规划要抽出16名的幸运儿，可以免费夜游竞技场，还可以体验古代角斗士的生活，穿上盔甲来模拟战斗。另外，在日本的爱媛县，则是推出了一日城主的服务，可以穿上和服来入主古堡，甚至啊还可以放礼炮来欢迎。好莱坞经典电影《神鬼战士》在古罗马竞技场上演厮杀奋战，电影里的场景现在人人都能体验。订房平台 Airbnb 砸下15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4871万元，与罗马竞技场园区合作，免费招待16位幸运游客，开放非营业时间夜游竞技场，体验古代罗马时代角斗士生活。You will get a 3-hour-long experience at night after sundown at the Colosseum, and you'll have the entire arena all to yourselves.被抽中的游客可以穿戴全套盔甲参与模拟战斗，探索竞技场地下隧道，只要支付前往罗马的交通以及住宿费，其余活动都是免费进行。但也被罗马议员批评藐视当地文化，把罗马竞技场当成迪士尼乐园。日本爱媛县也利用古迹推动观光。お待ち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した。ご無事のご到着。何よりにございます。身穿铠甲的武士亲自到车站接送，换上和服之后就一路带到城堡下。爱媛县大洲市推出一日城主服务，不只是住在城堡里过夜，连欢迎仪式都一应俱全。奥方様のご入場者、祝賀を発動。住进城堡还能享用高档和牛料理，依照300年历史文献选用食材。It's so good. 不过价格也不便宜，一个人一晚就要55万日元，包场最少需要2个人，也就是110万日币，约等于23万台币。到西班牙也能入住中世纪城堡，由西元9世纪城堡改建的帕拉多饭店，千年悠久古堡，让游客体验当古代贵族的感觉。